所以苏伯让第一场就排到第二棒，也有好的一个身体上的状况，很好。挥棒落，因为磊尚目前并没有跑者，是江少卿占有优势，两出局磊尚没有跑者。有了，面对的是第一局哦，投出连三 K 的江少卿，这个球应该是打高了。内容也会让打者现在 DH 球数现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，这个球好球跟十二强来讲，十二强他上次是排第四，都打到了至少第二轮，这个球挥。今天江少卿跟张进德他是有做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配球了。哇，今天最多有五个打点，有一发全垒打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，这个布阵呢，二垒手郭彦文也布得相当。打击都排在后段棒次，但是要注意是只打长打。事实上，墨西哥队的打者猛挥大棒型，全力挥击了。这个球再让这个江少卿呢又取得了领先。哇，这个球也是真的投得非常短，算是比较客观的数据，刚好三胜三败。这个球可以看一下，那个只是对打者的一个。这个球扫到了右半边。到了砸了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一百两好一坏。这个球勾起来，外野手过来。